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奇葩。可以嘛？玩角色扮演啊。角色扮演，什么意思？角色扮演就是一会儿扮李雄，一会儿扮奎木狼。我是不该骗你。没别的话可以说了。我困了，想午睡，但是又睡不着，要不然你给我讲故事吧。之前我看不见的时候，你不都给我讲故事吗？那当时是因为……不用解释了。那你给我讲讲我之前打断过你的那个故事吧，就是。你想跟我一起天涯海角的那个？那个故事我记得，嗯，但是那个故事我已经说完了呀。那你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吧，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？都可以。小时候。可是我小时候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，我那个时候特别不懂，为什么景木憨他就能够随心所欲，而我就只能被逼着每天学习怎么当一个优秀的君王。我记得在16岁申城的那天，我没有伪装就跑出了宫去。没想到你那时候还有那么小孩的一面。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出宫。我那天站在画兽的城墙上，俯瞰着整个画兽的景色，听到了百姓们安居乐业的笑声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突然之间释然了。只要我能够守护好我所爱的一切，其实我也是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的。所以就到现在。我所有开心的事，都是与你一起的。